11月24日报道，据韩国某知名电视台制作组于24日晚表示，原定于25日上午韩国时间11时举行的丁海寅的行走报告书制作发布会取消。接着又补充说道，因令人惋惜的噩耗，怀着一起哀悼的心情，不得已取消了制作发布会，希望大家能够谅解。11月24日下午，韩国女艺人具荷拉被发现在位于首尔的家中去世。此次取消制作发布会，也是为了哀悼具荷拉小姐姐的离世。愿天堂没有烦恼，小姐姐一路走好。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